买来一个易景莲是国内篮坛非常低调球员，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，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儿子。易景莲妻子金玲是模特出身，外表出众，身材傲人，身高达到1.74米，而易景莲的身高为2.13米。易家乐身为他们大儿子，自然也遗传了优秀的基因，从小个子就长得飞快。易家乐今年已经6岁，身高超过1.40米。直接碾压了身为成年人的郭敬明，易家乐未来的身高很有可能超过2米。据说姚明在见到阿莲儿子的时候都忍不住乐了，这小子长得估计又是一个东方巨人。姚明之所以这么高兴，并不仅仅是因为易家乐身高出众，作为易建联的儿子，他篮球天赋惊人，并且自身对这项运动也很感兴趣。易建联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指导儿子打球，在他晒出的照片中，易家乐运球的动作有模有样，投篮姿势和易建联非常像，球迷看完后表示很惊喜。易家乐有希望成为男篮未来的星星，希望阿联能好好培养他。不过如今易家乐还是美国国籍，就算以后要为中国男篮效力，他也要改回中国国籍再说。那么，决意加勒会改国籍吗？